的大熊怪被放上了变位。对，什么？他们可能注意到了。我可能查到我的战机，注意到了熊怪。最近有个大熊怪在这里。对，在这个银拍场嘎嘎乱杀，要小心。而且是没有输过的那种，连赢七把。先变的再说。不错。哎。看一下我们上路的战力水平如何？我们是小号。如果是小号的话，我有可能会被暴打。OK， 对，有可能。哇，我少消一只士兵的经验，真麻烦。有点东西，他一等这样追着我打。那他是德国啊？没事。他是有想法的人。我本来想问你，他是不是德国人？德国人为什么？有点东西。哦，地狱梗的部分吗？有点东西，真有你的。有点东，得意的一天。对，得意的一天，不错。他会一直想要外圈 Q 挖我，可见这个人杀心很重。哦，给了第一波更可怕。闪，蜘蛛没闪。哇，他这样死了，有点血亏啊这波。那我只能说，蜘蛛在上路露头，下路在中高，那你是真的要死。而且下路居然，他们居然是双子玉吗？什么意思？双子玉，好久不见到了。啊 ，OK， 闪恩，他没鬼步了，完了，怎么有蜘蛛？我刚刚不是说 Spider 在上半部吗？走掉啊！可以走掉。啊啊！好拉扯。啊哈呦，超恶心，有点离奇，但活下来就是好事。对，有点离奇，但我成功活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躲过蜘蛛的干咳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绑到我，然后我也拉扯他，但是他没闪现的，然后就懵逼了。就对，事情就发生了挺多。事情就发生挺多，但我这波兵线我炸了。有点炸。没有啊，他没在控啊，他还帮你推。哎呀，他是在推啊，因为太多了，可是这样我漏掉一整波兵了，原本可以上五级的。哎，好吧，蜘蛛来了，好险是控不住啦，不然真的是有点难穿，真的。好了，我有一家兵一把残暴之力出来，对吧？下路节奏是有的，哇，葛炮总在中奥那个。些血果呀！哈哈哈 ！I am oblivion. I am destruction. 哎，给他叠个四层就好，你叫换血算了。四层可以，五层不行。对，五层不行。哦，原来是猴王粉吗？没错。哦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吃龙？这样吃龙，狗炮不见了。哇，威尔哥来太慢了，
真的会谢。啊，这波打野感觉有点害了我，我不应该看他的。确实，嗯，我的，哎，烦死了。被搞的这波有点不太好哎、欸，眼镜有点炸。就傻笑，上来送头，两颗头。对啊，对面的还肯送头是好事啊。对面的下路挺菜的。嗯。哦，被捞到了。得得得得得得得 ，shut down！ 对面没鬼步喽，又可以玩游戏了。对，又可以玩游戏了。他失误了，游戏又回来。我差点扔出，但现在又回来。对，差一点扔出，但我没有打回来，好险。他为什么愿意越过一整波兵线，然后过去找你玩？因为他有大优势啊！有大优势，他当然。我觉得我可以。没错。I think I can。那就是吃杜城走人，大剑一挥，谁都不爱。哎呦，怎么还有蜘蛛？嗯，三小猫有龙，还有蜘蛛，挺奇怪的。真的，走了，嘿嘿，得了便宜还想卖乖，走了。OK， 杜城级了，这把节奏很顺。这个。OK， 放下。走塔。OK， 成功拿下。把节奏打顺。啊，为什么追到这里？不跟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哎呦，好勾哎、欸！我来了，看到，可以。哦，我居然敢张飞、哦，我好像就梦哎。闪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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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人！剑魔，闪人！剑魔，我没有魔啊，剑魔。哎呦！呜，他躲到哪？帮我输出。帮我输出。哎呦！走了，没有输出。就看到我刚才那个回血吗？干，被我的补输出啊，差一点啊！干，我怎么普攻啊？这该收掉一只，我就直接起飞了。可惜都没有人。我就没摸啊，老铁。没事，我该差一点秀起来了。我该那个回血。还有那个闪现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快死了，所以我就直接闪现饮血战锤。有没有感觉对你有想法？我先入个草丛，先入为主、我也觉得应该是都有想法。我靠，你就没有。没事，我帮你看。然后后面只有一只林克斯。哎、欸，被头点他一下。嘿嘿。哇，他们直接交闪。我帮进化解慢。哦，这个很。哦，可以吗？搭配血鬼，二打五，真的是二打五，开砍，开砍，开舵。哇，真的是二打五。游戏结束。游戏结束。记了，下一把记了。说，不知道是谁的。这蜘蛛换那个。我靠，这么凶，直接飞下去，勇猛，加一闪，交叉吧。而且我记得他上一波想被逼闪，他怎么可以这一波这样玩？不可以。
他没有要手下他、啊。哎呦呦，真的，总共两个人，总共三个人。看起来打赢的我点看。没有饶手，我要狙一点。鬼来了！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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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真是的，刚刚被我就想说，我数了一下敌人的数量，应该是不能吧？但会乱屁，差点被害死，好可怕、啊。还想恶心人啊！哇，残忍！感觉他们人来了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好像只有一次。再吃完一波再回好了，那现在回其实有点尴尬。电龙魂。噔噔噔，有传送门，没事，我很快就到了。哎，点装，实力打。打完了，哪边很多人？我靠，为什么中下去还有300人？上小，掉了个伞。不意外，金克是有点扭哎、欸，哦，沃哥好烂哦，沃哥他正常发挥啊，3-8一样依然被秒，好烂哦，真的，他又出去死了，哎、嗯，冷血鬼带一下先吧，嗯，你可以退个兵，没有高地。我眼睛，我知道他说哪。他打一波就结束了吗？我看他干嘛、啊？这个人真有病。还是说他在催眠自己，自己有在做事？他要证明自己啊！现在是他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他说：“你看、哦，我在做事，我在推他。”我在做事，我在横推。其实好像不需要做事。我有个怎么都死了，差点就死喽。好吧，慢人，走慢。还要去喷车吗？还是要帮一下血鬼啊？感觉要帮一下血鬼，不然他死。哇！我等，这波好像。山那在点你很难哇。我的，这波我的，是你的帮助吗？对，很像有系统的辅助，但看到他吃到的晕之后，觉得好像还好。好痛！是然后，
亏死光，打艾斯开始在逛街。我的 Q 是指定技啊，抱歉了金克。打艾斯在挂机耶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吵架了呗？吵架了，估计吵架了呗。对，这个威尔哥到底有什么问题？